哇，明天是多人出游日。明天是多人出游日，请在以下两个选项中选择想去的地点。不要哭，就是有一点没事。拿着，拿着，别不开心了。天天开心，没有烦恼。你要做的就是今天开心吗？明天要更开心。那你今天开心吗？我觉得很开心，还是要开开心心的，和所有的烦恼说拜拜。小杨在不？走了走了，来了。我们上天竺准备出发了。我来了。我们俩楼下集合。下楼了吗？我们可以先下去。好。他们要拿下东西。Zero run。那你等他，我们先下去了。我给你挂着相机算了。好吧，当成你的装饰品。嗯。今天扎这个辫子，好好玩。看着就觉得很好玩，有点显得有点小，觉得年轻是吧？哇，今天要去哪里啊？今天我预计是滑翔伞，但他们说不一定，我们猜的是对的。OK， 我们猜的一定是对的。今天那个我们洗澡的地方那个都堵了，然后他说里面全都是头发，说明最近就睡不好吃不好就掉发。我头发也掉。我们头发都没有堵哎。你有没有掉发？掉。最近我掉。我也掉。哦这样，那希望那个掉的头发是你的。哈哈哈哈哈。倒也不必。结果发现全都是我的。放一点小歌来听一听。你看这个山真的就好好看。你们俩要正好回头这样拍一张吗？好，前面的二位。三二一，看一眼。就不经意间回头的表情，往往是最好看的。你就叫个啥呀？就脸都没笑进去，而且这背光，算了算了，背光算了，不拍了。Hello。Hi。Hello。Let's go。谁开车啊？我开。这里有一只虫。走。你把它压掉，压死。呱呱。出发。出发。出发 ，Let's go。去玩喽。这车很大台，感觉开跟怪兽一样。哎呀，好像这个车就是会很陡。这比那个飞机的那个乱流还陡，你知道？你们之前开过几次啊？这车？我没开过，我开过五分钟。啊？我开过五分钟。你开始转方向盘。啊，等一下。走走走走走。开走。我当时好像才是20码，我不敢开，就开了估计10米吧。哇！今天天还蛮好看的。对，今天天气不错哎。对，没有下雨。行吧。OK。我背痛。
好，到了。We are here. Let's go. Let's go. 嗨，大家下午好。嗨。嗨，我是你们的向导。你好、啊，船长。又见面了，船长。这边，往这边走。接下来进入的就是苍山保护区。苍山的话，从南北一字排开，总共有19峰，每两峰之间会形成一道溪流。我们今天玩的这个溪流叫灵泉溪。清泉石上流。就我们运气挺好的，这几天出来天气都好。对。放心。要不要我扶你啊？嗯，啊，这个可以吗？嗯，要扶吗？应该还好。前面都到了溪水了，哎，小心一点啊，小心一点，水凉不凉快？好凉，好凉，很凉快的。哇哦！小心！好冰哦！我的天哪，这么凉的吗？这个标材，这个冰，这个会不会？放心放心，不行你就抓我没事。OK， 小心一点啊，每一步都踩稳了再往前走，不要急，我们已经快到目的地了。我们本身今天的行程就是为了玩水的，所以冷不冷？很冷，脚已经没有感觉，已经没感觉。这边右边右边那边有点，最里面有点深。我们走这边，走这边，走这边。可以从这些石头走吗？可以，就是比较危险。没有关系。小龙，小龙想玩日子。你看着他吧，走，我们走这边。那你们走上面很好走，我带他下。他跟我小时候很像，是就是越叫你不要走，越要走。小心点啊！叛逆小龙。跋山涉水，他就喜欢，你看，他就喜欢走这种别人不喜欢走的路。每一步踩稳了再走啊。要不我走前面，对吗？不能。我先爬上去。等一下。好。我要怎么上啊？你脚，你先脚一只脚上来。对。你确定行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啊！抓紧哦。抓紧哦，脚先踩上来，抓紧哦。啊。好，一二三。好。走。我会不会很重？当心啊，当心！小心点，走着走着。我去，可以吗？嗯。你先走。我这每一步都走稳了再走下一步，不用急。每一步走稳了再走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到我们的目的地了，这是一片小瀑布。大家要不要喝点水？好。你自己有吗？有。对，有的有 echo， 喂，有吗？没有啊。喊一声。喂，嘿 ，Bonjour。没有。大一点，全部被溪水声吵的。我们开始野餐吧。
这该怎么套？这水果要不要放水里冰？对啊，水果可以放水里冰着。然后找不到了。不会的，就飘走了。水果都可以放在水里面冰着，很好吃的。还好这不会坏。你们可以自己去摆盘，摆米线的东西。好呀。鸡为什么放水里面？这个问题是一个好问题。鸡为什么放在水里面？I don't understand, man. Daniel 满脸疑惑，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。OK， 好漂亮哦。对。我闻到香味了，那个汤的味道。大家现在就可以拌着吃了。阿松，你先来拌吧。就这样拌。应该是。把想要吃的东西都放进去。我想要一片那个鸡肉，谢谢。拿不完。OK。还要吗？不要了。好特别哦，在我说好特别。嗯。在这里吃。我第一次在瀑布旁边吃饭。我也是。还是摆的这么漂亮。云南米线吧，对啊，过桥米线。对，这应该是我们来吃的第一餐云南菜哦。对啊，米线，而且这么大根，我之前吃的米线都比较细。这个还蛮健康的，就是米线它热量。小菜还挺好吃的，很入味。水果拿上来吧。感觉真的像放进冰箱里了一样。是吗？冰吗？真的冰了。丢进去，丢进去。会啊，哎，我那这样，如果他会过来，我想扔一次。可以啊，你去捡。我们试完这个越野车，对啊，太帅了！我感觉好酷，好爽，好想
赶紧骑。我也想骑。应该骑上去蛮刺激。Hello Hello。先换衣服哈，里面请哈。那我坐你后面，我今天体力不支，我先骑了。可以啊，我们这边由小杨先骑。小心小心。好坐吗？哎呀，可以。OK 吗？可以可以。跑得有点紧张。他说不能扶上面。你抱着我就好，抱着我就好。打火。上车打火，对。我突然有点紧张了，怎么办？不要紧张，大不了就翻车嘛。哟呵！来，跟我走。大手兵就说：“怎么回事？这个男的怎么不先骑？大家千万不要误会，是小杨想先骑。是我想骑，阿星他人很好，然后让给了我。啊”小心！慌吗，小杨？不慌。我感觉我自己肯定骑不了。呀呀呀呀呀呀！教练，等一下。哎，教练！教练，等一下。放松，放松。对，这只是打方向用，你明白没有？啊。你要是怕我，你报警我没关系。没有，不会，我不怕。报警。报警。报警。小心。这教练对着我们在笑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像我们两个现在这样接触，到时候肯定也有人说要磕我们俩。看前面，前面多好磕，我在后面默默磕他。有磕啊，小心。你的手累不累啊？有一点，还好。欢迎大家来到现场磕糖吃瓜，接下来是记者小杨和记者小王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。加报道。磕到了，磕到了，好凉快啊！看起来，哇，好漂亮！你看旁边，哇，那边好美。四姐来了，好，拐上来，拐上来，拐上来，还是很有难度的这个。你已经算看很好了吧？小弯。呜呜呜呼呜呼呜呜呜呜呜呜
己玩自己的，你们可以互换开一下。哇，你好瘦呀！我天、啊。真的假的？那请就抱紧点，那请就抱紧点。来，换你骑一下。OK。你先试一下，轻轻推一下油门，感觉。好。然后这个是刹车。啊，好。再推一下，然后放开，感受一下。啊，还是蛮好玩的嘛。好，走了，走了，可以，可以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我是开的有点太猛了。开挺好的。你玩的比我厉害。不是，我觉得平路好开呀、啊。懒得好几次，来换你骑一下。OK。哇，冲！狂饮你车手小杨。我想是糖水，我玩厌了。他不能糖。走水，我也想去玩水。那个水可以下去吗？我们在休息。哇，冲！哇！哇！他们好有活力啊！年轻人真是好。你要不要到水里玩一下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们未必上得去。啊完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来控制，我来推，你来控制，我来推，好吧？真的吗？真的。来啊！你上来吗？我也来。你先玩一下，你先玩一下，我太湿了，我现在。啊。一个人过河了，我估计。我的杨姐，他准备了，跃跃欲试。跃跃欲试，开始带扣紧，我冲了。杨杨加油！哇！
我感觉一个人主要还是轻吧，我觉得。对。杨洋是个女车手。要不要？你要不要到雪里玩一下？这样挺有意思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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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。看一下这个路线，我设计一下啊。那那边应该是最不走的。我现在一脸水了，我也是。哎呦天哪，我刚刚被杠了一下。我也是。我的鞋子全都潮了。不是用那个石头敲，用那个石头比较有原始的感觉。你要用石头？对啊。太脏了。你在野外你没有刀的时候，你只能用石头啊。我有野，我也如果我去野外的话，我肯定会带刀点。那万一你忘记带了，你就要用石头啊？怎么可能？我也不会去野外的。你现在就在野外啊？对啊，有个刀啊。会飘回来吧？不行，因为它那个籽是实心的。我看看，我看看。你给多看吧。来一个。来。喂。没有。没有了。Mangoes don't float。里面有这么大一个籽，他叫我试看的。喂，走，去捡芒果。我陪你一起去。我觉得已经不见了啦。走，从那边上。可以，他要想跳。跳。要往前面走，不要翻，不要翻。Are you crazy? No! No! 行了，
心看到了。哇，好高哦！要不要一起许个愿？好呀，来。可以说出来吗？好像不可以。我许完了，许完了。要吹蜡烛吗？来吹一下。走吧，走吧。我们走吧。滑滑滑滑滑滑。我重吗？不重。你们在干嘛？在吹风？休息。我们坐下来，洗洗脚。反正我鞋子已经湿了，我不怕了。对，反正已经湿了。我好想在这里洗澡。洗澡直接脱了吧，来吧。哎，这边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我给你们俩拍个照吧。好呀，很好看，超美。可以背靠背这种，然后再换一个 pose 好了。然后这样吧。哇，哇哦！忍不住想笑了。不错，哇，没有，太好看了。我给你们俩拍。娜娜，我给你拍，阿星来。来。我们可以坐着坐着。Yeah。哎，这个角度好哎，好看哎，我觉得坐着拍也好看。我跟丹妮来着。哎哎，这个好，姐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啊！两位女王，谢谢谢谢，感觉今天有好多照片哦。对，到时候晒一下。这真的还挺好玩的。哎，对，来了之后觉得还是可以的，还是不虚此行的。哎，就这样坐着好舒服啊，不要动。哎，哦呦，我觉得这两天出差都挺舒服，就挺开心啊。行程很丰富，对。这几天，我感觉真的大家慢慢的在熟悉起来。对啊，你们当时怎么想要来参加这节目？就是来体验一下。第一，我比较喜欢旅行，云南是我一个很喜欢的地方。第二，也说不准万一有缘分呢，对，对吧？其实我来的想法也差不多，就想着来认识朋友，万一有姻缘的存在就是最好。没有也不强求。没有就认识新的朋友啊。因为很难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一起玩。啊、说的非常对。他们呢是去什么？漂流吧，可能。哎，漂流应该挺好玩。等你们就是可以下水的时候，我觉得要么把那个给玩。等我可以下水的时候，可能就结束了。不至于吧？哦，我们27号就结束了，这么快？这也太快了吧！好难受。嗯，就大家真正熟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分别了。哎呀，不要谈，不要谈，这辈子最恨就是什么分别离别什么的了。其实觉得，突然之间觉得还有很多遗憾，虽然我不后悔，但是我有点遗憾。比如说。哎，就遗憾有很多，觉得跟大家可以一起去玩的还没有能去玩吧。还有时间可以把握嘛？比如说你想约某一个人一起
我现在已经跟小杨组成固定的有玩搭档了，挺好的。我觉得我们四个人出去还蛮好玩的呀。对啊，挺放松的，说实话。不过大家以后还是有机会就可以去对方的城市玩。那必须啊，你们来广东随便。广东菜我还是很喜欢吃的。广东很多地方玩的窝。很多地方玩的窝，这个口音都飙出来。然后我们也可以大家以后再约到同一个地方去旅行啊。其实我蛮想去新疆的。新疆啊，可以啊。西藏也可以。新疆、西藏。等大家都先回去忙一下工作啊，或者处理一下学业的事情的时候，然后我们找一个假期再去。我们怎么伤感起来了？不行，我们今天很快乐。我们说好是欢乐局。对啊，欢乐，欢乐。欢乐小分队。欢乐小分队，就是快乐，单纯的快乐。对啊。骑车去，骑车去，我还想骑车。起来吗？你 OK 吗？嗯。你说我能从这个斜坡爬上去吗？走啊，走啊，冲！他们还有活力啊！年轻人就是好。还挺好看的。磕 CP， 好好磕。磕到了，磕到了。今天有点体力不支。你们要站上来看看吗？还挺好看的风景。站得上来吗？还？小心，小心。上得来吗 ？OK 吗？能站吧。好快乐，跟大家在一起好快乐。然后这时候说要大声喊出自己的愿望。自己的愿望。天天快乐。旅行不要结束，一切顺利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，世界和平。哇！哎，这样子看那边好漂亮。对啊，那边超漂亮，我都想过去。下次吧，下次吧，留一点遗憾。我们下次可以再来，我们可以搞一个那种十年 reunion。先别说十年吧，十年后你应该有宝宝了。对，我觉得先来一个一年后的 reunion。可以。一年后。可以。走。走。对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 OK， 我快点去吧，我真的 OK， 请。小杨跟你说，真的是一个女探险家那种感觉。有向日葵哎，你看。哦，真的向日葵。可以去看看吗？其实我蛮喜欢向日葵的。我也喜欢。可以在这给你拍张照，很帅。哎，可以哎。你走下去吧，走，小杨载你回家。好，上车。我们要不要一起开快点啊？一起，比一次哦。来，走了，来。那个就是玩越野车该有的 level。Hello， 我们下去吃饭啊。对，外卖到了。嗯。他们还没回来？没有。
吃什么？我们四个人吃，吃外卖。我要泡这个喝吗？这不泡干掉了。哎，好呀，好呀，好呀，泡一个大一点吧。哎呀，又拉肚子。Too old。肯定的。昨天是什么的？是这个玫瑰。这个你有洗吗？洗，但是放在这里一个晚上了。要洗吧。那再冲一下是吗？你们还在做准备什么？你坐哪里？我都行，你想坐哪就坐哪。我们用杯子干什么？泡水。没了。快点，可以放多一点。对，我们摘最多其实是这个。这个。玫瑰。这个玫瑰的这个。这个呢？这个要放吗？哦、这个不是，是煮饭的，这不放。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嗯？泡茶。泡茶。先放着吧，现在吃饭点。你们要不要喝点这个水？好呀。那我们一人一杯。对不起。第二次啊？第二次？第二次？第一次是什么时候？哎，你也撞痛了吗？啊？不是第一次也撞痛了吗？第一次是下面那边。吃吧。我已经来几天了？四天了。反正第四天。那天你第一天来的时候的样子。我来了十天。十天。嗯。好像每天就是这样，就突然一下子脱离了自己的生活。对。我就有点，不知道，就感觉恍恍惚惚的。但是时间过得也很快。对，我就已经来了一周了。哇，好快啊！对。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吃辣的东西。你、yeah. 对，没有辣就感觉没有什么胃口。嗯，来吃一个。这个不辣。我吃一个呢。它不辣。都看，不相信。它真的不辣。一点味道都没有。你们都吃辣的吧？我吃。你吃辣吗？你不吃辣？吃啊。那你们最喜欢吃的菜是什么？只能选一个的话。特别，我也很喜欢吃韩国菜。火鸡面啊什么的。火鸡面好好吃。但是那种越辣越想吃。对，好好吃。然后再加一片 cheese。啊哈。那个火鸡面在上面，你做那个煮完的时候，上面可以加一片那个 cheese， 这是这样拌起来特别好吃。哦，这个吃法是比较豪华版的，是吗？对呀、啊，像我们一般都只吃面，然后撒几片紫菜，然后加个 cheese 就是豪华版。但我很喜欢喝烧酒，烧酒配啤酒，还蛮好喝的。我也喜欢这么喝，就是一小杯烧酒，放进一杯啤酒里。啤酒。昨天我们做的那个披萨真的很好吃。对。嗯，我最喜欢吃的菜也是披萨。啊。就是没给我们带回来吃。
太好吃了，吃完了。嗯，大家都吃过了，嗯。这是你们做的吗？对啊。哇，啊，你拍照了是吗？对啊，那我们弄的。你拍那个窑了吗？窑没拍，然后这是炖鸡汤。哇。终于回家了 ，Hello。你们今天玩的是什么？我们超好玩，我们看那个山地越野。Hello， 我们先上去一下。先上去一下，换一个衣服。就越野车，开越野车。就越野车，然后飞快、飞快、飞快的，然后我差点栽到河里去了。我听到小龙了一声。OK。很好玩，超好玩。是什么？在小溪里行走。我们还有，就是因为飞太快了，然后就会有泥溅上来。对，我全脸都溅了，我差点都溅到河里去了。哇，那一定很好玩。我就知道他们去那个地方玩。你要不要看照片？我们拍的照片。我先上去，我先上去换换衣服。好，一会儿见。OK。我也想玩那个。没有关系，我们选的是最好玩的今天。对。又冷，冻死了，又难走。那我们还吃到了米线。而且是在水里吃，你知道吗？水里吃，对，就这种，就是有水、哦。对，我就 ATV 完了这个 ATV。我上去换个鞋子，全湿透。你换一下，等会儿见，应该好吃的。还有个虫子。有虫。这个还有哎。每天竖着我的刺，每天都走了。那我们先上去了，在天台等你们。啊，小龙呢？对哦，他上厕所，还要上厕所，他会跳厕所，我就在跟厕所谈恋爱。哎呀，这些人全都在各种官宣，是为什么？其实很多时候对别人官宣啊或者秀恩爱这种我已经免疫了，受不了。对、啊，一点开手机全都是，今天什么日子也能说今天？今天不就是一个普通的周五吗？对啊，没有觉得单身也挺好的。我跟你说，当经历了一段很累的恋爱之后，你就会觉得单身很轻松。不过主要是我自己本身内心是向往家庭的那种人。那我也是，那我也是，我也想要早一点生孩子，然后可以跟他做姐妹。我就是想当个奶爸，然后就是带着自己小孩，然后就很帅那种感觉，然后出街、哇！我觉得我还蛮渴望家的，嗯。像我好像这几年都是自己就是一个人嘛，就算跟朋友出去喝酒，回家面对的就是墙壁，就是四壁，就还希望说有人在家开着灯，他睡了没关系，至少开着灯，就他在都可以。所以我出门不关灯。我不是出门不关灯，我是出门一定会留一点声音在家里面。我是都不关灯，我会怕。没有习惯，你会怕。我对。对，就以前有时候，比如说周六的时候可以休息的时候，你就会睡一到一个下午，然后你发现睡醒的时候天已经黑了。哇，那个感觉我懂，你就会觉得很难受。下午那个点的时候，拿起手机也不知道找谁。对对对。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年纪，如果说身边就是结婚的有宝宝的很多嘛，他们周末可能就是要你不能去打扰他们，对，要带宝宝啊什么的，很多时候即使在同一个城市都不一定经常能见、这么些年我总觉得就少了那么一部分的感觉。对，就是敢互相磨着。 对，所以我就从来都没有经历过那种很安稳的、就很平淡的那种，就大多数人所体验过那种恋爱，我恰恰是没有的。我也是。
我是觉得要及时沟通比较重要。对，但是我就是那种有啥说啥，然后我一定要刨根问底，有时候过于刨根问底的，有时候我就想知道为什么。我也是刨根问底的。因为有些男生他就是拒绝沟通，他觉得事情会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。我怎么觉得我像那个男人？我前男友喜欢刨根问底，有的比如说我出去跟谁谁谁吃饭，然后他就一定要问的特别细节，然后我就觉得说没有必要。这种好恐怖，这种确实是吗？我之前女朋友她打电话给我朋友，因为我手机我可能就是习惯我不看手机，然后我就会这样盖着，因为她不喜欢人家不接电话，可能打个五通我没有接。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朋友说：“哎，我太累，我两分钟不回信息，他一定要问清楚我那两分钟在干嘛。”我就说我在睡觉呀，他说你怎么证明你在睡觉？我说我怎么证明？听不到我在睡觉。顺怎么还没回来呀？他好辛苦啊！天哪！你看，这就是已经成那个啥，我们想的是怎么还不回来？好晚，他说怎么还不回来？好辛苦啊！有被磕到了，我天哪！磕到了，对不起，磕到了。低调的亲，我们不要给他压力。不给你压力，不给你压力。Hello， 有没有饭吃啊？饿死。来，给你留了，给你留了。谢谢你。怎么样？别谢谢我，别谢谢我，不要谢谢我，不是我。你谢谢我干嘛呢？你拿一个凳子。谢谢你。回来了吗？开始了。So sweet. 哎，那我们也该去写信了。其实，对，写信。你要不要吃？我不吃，你吃吧。你确定？我吃饱了，真的。你真吃饱了？我真吃饱了，你吃吧。你要上去写吗？对的，我补个口红，不然可没有气死。对，哎，突然感觉好舍不得大家，越来时间越来越少了，过一天少一天。上次数还有10天，这次数就剩7天了。对，就一个星期了。而且我觉得今天大家才真的坐在一起，好好的聊聊天，对吧？我还是去老地方写哦。哎，咋办呢？怎么回事？我在想写给自己还是写给小杨？写给自己？为什么写给自己？给自己打打气，鼓鼓劲。我要是你，写给小杨。不会。我觉得我跟他就是一起出去玩就很开心啊。啊！可是我不知道今天咋写，怎么办？不知道咋写？你们俩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事？你抱着我就好，抱着我就好。三车打火队。那请就抱紧一点。很正常，主要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往那方面想，但是我反正就不知道。今天他在前面开车的时候，你什么感觉？刚开始开的时候，我是有点紧张的。然后是刚开，也就是刚开始。后来我就开得很快嘛，然后他就觉得很刺激，很爽。但是换作他开的时候，他开的也很猛，就是好几次我就觉得。你要被甩出去了，我要被甩出去了，就很猛。然后，反正其实是看到了丹尼另一面，我觉得还挺有趣的。然后回来的时候特别搞笑，就是他
开嘛，然后开的还是很快了，但我觉得最后冲一下还是要快，然后我就坐在后面帮他推进去，往推到底了，真的推到底了，然后超级快，他我们俩差点就下去了，我看到了，就赶紧往前，劫后余生，你知道刚才我们在上面哦。他不是他上来第一件事情，你知道什么？他待会儿肯定会很饿的，先帮他家里才留个饭。然后还有一个很经典的小细节。我们大家都在说他怎么还没回来。他的思考的角度你知道什么？他思考的角度是，他最近也太辛苦了吧？怎么他这么晚还没回来？很辛苦。就哎，怎么说？就哎，得。哎，我还没有开始，我现在要开始。你看，你就是那种勤俭持家的。那你喜欢什么风格？法国人那种吧。那你觉得我是什么风格？你其实也有一点法国，也是法国的，对，比较风格。走吗？你现在每一次都要打草稿了？对啊。嗯，字也得好好写，我写字写的丑。这用心程度瞬间比字拉满了，我都可以啊。嗯，你还是在想开越野车吧？嗯。我写完了，兄弟。你写完了？不过我觉得我今天还是说不到。我们赌吧。赌什么嘛？我无所谓的呀。这一方面你我的预感很准的呀。我觉得你能说说。因为我觉得是这样，小杨怕担心给我写信我会误会什么的。我觉得。是啊，但是小杨他比较 chill 的。无所谓啦。那你给他写信呢？嗯。人生如梦，那我下去咯。
哦。嗯，没饭吃了，因为给你搞饭。你的饭呢？不吃了，好好吃吧。嗯，谢谢。那天买了。你可以早上吃。那我拿一个，拿一个。这两个都还行，反正你尝一下可以。哦，好，我一个就够了，怕吃浪费。这两个，这个我跟文君分一分都够了。嗯，也行，我分。嗯，然后你再分给他们吃嘛，不要浪费。谢谢。明天早上的，我也买了。哦，早饭，不过我的还没拿上来。嗯。写下来。对对。钱，你干嘛呢？操！Hello。大家都一起下来了，我们一个一个去吧。Hello。Hello。在玩猫呢。什么？在玩猫呢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我希望你快乐。谢谢，我刷了吧，对不对？别，好了。Hello， 今天大家，扎堆下来吧，我才上去看见四个人。他给我拿信。咚咚咚，这么巧的吗？我上来，你基本上把所有的人都遇见了。那
那我们是要慢点走。他们俩一起去。这。你就想抓虫子？我希望你快乐，为你放弃世界有何不可？报警点！小心！爽！我太快了！不要！Happy 干嘛？没有啊，很简单的内容。什么意思啊？没有，就是说很开心。哦，说很开心的私人之旅。那不挺好的吗？是挺好的呀。啊。我们来玩个比赛啊，看谁先把球打到那个洞里面。那输的话，答应对方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自己决定，自己决定。好。走吧。这个标材，这个布，这个或者这个，当心当心，不行你就抓我没事，抓紧哦。好，一二三。有没有饭吃啊？饿死。他把那个气换成一个味道了。
来观摩一下今天你的面部表情的变化。嗯哼，表情是什么？叫做藏不住的小笑容。感觉你已经渐入佳境了。好像还在欣赏画画呢。对啊，这不是小创作吗？有向日葵哎，你看。哦，真的向日葵。就蛮喜欢向日葵的。我也喜欢。不得了。Who's there?哎，新任务哎！啊！行程已接近尾声。行程已接近尾声，明天大家当将迎来最后一次集体远行，请收拾行李，一起去香格里拉吧，朋友们，明天去香格里拉了。啊，怎么就最后一次了呢？那第一句话也太刺眼了吧，第一句话。我知道，我也是觉得那个。能不能把它给删掉？把它给划掉吧。把它划掉吧。那我们回去收拾吧。拜拜。晚安。晚安。晚安各位。晚安晚安。明天见。Need help? Please? Yes.Hold my biscuits. 这是什么？谢谢。哦，重吗？不重，比我的轻好多。看，放这里啊！哇，这么多！谢谢你。我们带着什么？睡袋，我们有八个人，要拿八个睡袋。还有毛毯，毛毯。哦，对，毛毯要带，毛毯要带。多带总比没带好。对，还有烧水壶。哇，搬空了，搬空了！这个要把整个家搬去算了。我们俩开那个小车，他们俩开那个大车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到时候可以用拍立得给你们拍照，我也给你们拍，差点亲到你了，真的刚差点亲到梅子，吓一跳，心停止了两秒。我有。你要不要坐前面？你笑这么开心啊？是吧？我这不是磕上了吗？我被赶到前面来了，好快乐，我一起出去玩。你要吃东西？我也来一个吧，我怕我晕车，待会影响到整个行程。那老板打个招呼。嗨，准备啊，兄弟们，我们要出发了，宝贝们 ，Let's go。我内心躁动、狂热不安的小心啊。每天出门都看着洱海跟山跟云，苍山的洱海。昨天晚上文君还跟我说，觉得丹尼哥什么挺不错的。我也觉得他觉得丹尼哥挺不错的。对，他说他以为丹尼哥情史会比较丰富，但是结果他只谈过两个，就觉得他还蛮单纯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哦 ，really？ 就你们不信是吗？我信啊，男生报对人报虚数吗？我信啊，我信啊，我信我信。所以你们能一口爆出你们谈了几个吗？一口爆出谈过三个。那你呢？你不想说算了。我五个。大学谈的比较多，但是就大学很懂，就第一个一个月。一个月三谈恋爱吗？第三，哦，所以你是一个月都不算，所以你是三个。哦，没这个意思。什么意思？你在说什么？怎么这么好笑？哈哈，没有啊。
我们宿舍好无聊哦，我觉得。你们班都听什么音乐啊？我什么都听。都什么都听？古典音乐听。啊，那这个嗯。叫啥？嗯，因为我之前是学音乐的。学什么？我学音乐的。你学音乐的？从小到大都学音乐的。啊啊！哇，你学什么？学长笛，然后长笛，对，我是读音乐，所以你喜欢古典乐。我就整天都是在琴房，然后在家，生活很无聊的。我去商学院第一天，那个入学报道开始第一天，报道完同学全部都去喝酒。那你还是很疯狂。就是年纪小，你知道吗？年纪小不懂事。但我觉得，就是你现在给我的感觉，感觉不到你年轻时是那个样子的，感觉现在你还是很就比较稳。可能经历过太多事情，我觉得后面会好一点。不然我讲话小时候比他更直。直男？你之前吗？我觉得他现在就很直啊！我觉得他现在就很直啊！我觉得应该是年纪小，就是怼天怼地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没有，真的。那你觉得你现在比较好，还是以前比较好？如果没有以前我的，我就不会有现在的我。是，这倒是。对。像他们有问我说，如果你机会选，你会选择回到二十岁吗？我说不会。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我比二十岁的我要好，对，就不管说我的心态上、我的状态、我整个的经历，我觉得现在我比二十岁的我优秀。是的，肯定是的。二十岁我只比现在年轻，对，而已。可以。对，所以我说我不会想要选择。我想要回去。你现在不就是吗？你想回几岁？Moscow, Moscow, bing, bing, bing.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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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香格里拉很开心。你睡吧，大家都故意。啊，我去睡觉。我坐这边真的会晕。你坐在这边来。你坐在这边来。我是不太，其实我不太懂他，是吗？他，我觉得他也不喜欢表达，可能跟你们表达吧。因为我都用英文跟他讲、因为可能用英文聊的，可能是聊的比较能聊到心里去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感觉因为更简单，就对他来说更简单一些，但对我来说不太简单，因为我英文也不太好，可能要表达一些什么东西，表达的不太精准。我觉得我还是那种挺会流露自己情感的人。我觉得我还是就是这样子。我感觉我好像还没有足够成熟到不动声色。我是就算心情不好，人家一般看不出来。是吧？看不出来。我就挺想能做到说不动声色的，但好像不太行。但小时候我心里就是脸臭就是脸臭，我开心就是开心，真的就可能。所以这是成熟的标志。很多
时候其实我也不愿意说，说了没人懂，懂了也没办法帮。对。就而且说了还浪费时间。对，我去里面说。所以也不愿意去说。对。哎，到了一个休息区。啊，那要么我们去房车吧。都行啊，要不然换我们开。哎，那我可以坐在床上的吧？可以可以。我坐着吧，这太难受了。你坐着。稍等。但那个床有点矮，你稍微你坐在那里可能不舒服。没事没事，我拿点东西。谢谢。有没有围兜啊？吃吗？不吃吗？还蛮好吃的。辣的不要。不辣啊，你可以尝一块。你尝一块干嘛？不要。然后吃一个。吃玩具吧。谢谢，你要不要吃？Let's go。走啦，吃饭了。阿硕，你觉得跟小龙会有代沟吗？有啊。有。嗯。What's 代沟 ？Generation gap。Oh yeah。多少有点，但还好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不是代沟吧，是我觉得他有自己的小世界，就是有的时候。你们这样子说，还像我不在这批样子。就说你有你自己的世界，你不需要。很真实。对。那当然不要。但他也不会去迎合谁。羊哎，你在这上面确定要写字吗？羊哎，你可以画一个画，写字。他应该开了隔音，他听不见。祝你写得开心。嗯，我这水平怎么又变满了？干嘛？啊？没事，突然。好美啊，好好看！我给你多拍点照片，等你看完了给你看。L is for the way you look at me。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事，嗯，这里很适合扳手腕，因为你可以直接就倒。好，来，三二，等一下啊，三二一，开始。这个跟你说，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？这叫做不公平。好好好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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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公平。我说的不公平是这个，是我手短。哎，你会发现他的手很小。我的手小。那我觉得我的手都快比你们大了。比一下。
三点底。嗯，那你更没有高很多啊。我问你个问题啊。说。你来了之后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那天我们去玉龙，其实很开心。阿星呢？我来了这里最开心的一件事情，我觉得其实是和小杨出去的那一天，大家彼此心情都很惆怅的时候，然后一起看到很漂亮的风景，然后也彼此去交流了很多东西，然后在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心情突然非常的愉悦，很舒服。这个问题应该问小杨，他最开心的事情。睡着了。最开心的事情是跟你一起出去看风景。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不是。你觉得是跟小龙第一次出去的时候。我觉得应该是。那你的现在的想法是会有些改观呢？也说不准。来，话筒交给他。不。要把他搞醒。没必要。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不能让他睡着，已经睡着了。叫着他。洋洋，叫不醒。洋洋，小杨，你会晕吗？小杨，没有，没睡醒。那就好。他这里好美哦，好好看，太好看。我这边有一个观景台。哦，哈巴雪山。我们来了哦，好好看哦，今天的云好好看哦，我好喜欢大自然。太美了，哇，心情都变好了，太美了，漂亮，太美了，太美了吧，好好看哦。我最后可以在这里待一天，得带件外套。我们在这里 camping 得了。你有带外套吗？我在箱子里。太美了吧！这个照的腿还挺长的。对啊。我们真的来抓鸡！加油，小龙！我们今天的晚餐就靠你了。好漂亮！我们要不合个影吧？好呀。Hey everybody, come on！ 只要最上手，一、二、三。你好，三十里啦。你好，大家。副驾的帅哥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我是 Danny， 大家好。刚刚是看到了什么样的景色？刚刚看到很像欧洲的那种霞，对，特别特别的漂亮。希望你们大家以后有机会都可以来。对，出发。所以你刚才聊了什么？我跑过来了。就来这里最开心的一件事是什么？嗯，啥？什么？没啥吧？每天都满海运动。嗯。那你最开心的呢？我说的是我那天第一次跟你出去那天。香格里拉 City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太疼了！我自己转的，跟你没看到。胆子最大的前面吧。啊！哇，真的好好看，好漂亮！我来采访你一下，最开心的日子我跟你讲过了，第二开心的日子呢？这个路是不是有点不好？那把头蒙上了。磕到了。
就是我第一天收到信的时候，就第一次收到信的时候。Why？就是我那天呢，就是知道你后面还有安排嘛，然后又很晚很晚才回来。我觉得他们应该玩得挺开心的，然后我说我大概率说那天晚上应该就没有信了，但是我那天收到信还觉得挺惊喜的。就这样。看吧。我也开心啊，跟丹尼去发展很好玩，他还拍了照片给我，我也是很惊喜很感动。好了，我们两位带你们带你们去干嘛？我们两个太快乐了，试试参观这些。对对，我们就是那种磕大了磕大了。你怎么还在对着自己？怎么不对着对着别人？你在干嘛呢？我好爱你们呀。我们要下车了。一二三，茄子！耶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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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跟你这几天也没聊了很多嘛。嗯哼。觉得有点 upset。对啊，肯定会有点伤心啊。但是确实是 age 还是挺。挺大的 problem 的。